刚刚结束的这个天津跟苏州的比赛中，郑奇龙在关键时刻打出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关键表现，我们先看一下。首先，他这第一个球呢，他就是说，在面对你的这个在关键的时刻，还有比赛还有3分钟。首先，形势是比赛还有3分钟，江苏领先天津1分。此时呢，这个郑奇龙在前场拿球，队友拉开，给他创造了一个单打的机会。然后呢，这个防守者呢，对他的采取的防守策略是，因为这个防守者比他壮，他采取策略是紧紧的贴住郑奇龙。因为郑奇龙的那个特点是身高臂长，如果让他冲起来的话呢，就是郑奇龙呢，得分就相对而言比较容易。所以呢，他采用了这个不让你冲起来，我紧紧的贴住你。这个是那个就一有身体优势的运动员会，我有身体优势，但是你没有这个贴住我过我的能力呢，我就会采用这一招。这个呢也是有身体优势。这种对运动员呢，就会经常采用的一种防守策略。那么郑奇龙，看看郑奇龙是怎么过，究竟是他怎么把这个人神奇的过掉的？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呢，是第一步先迅速的降低重心，原地先运了一下球，然后呢，一个前转身过来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前转身的关键呢，是一个大运球过来以后。切，右脚运球，然后左脚交叉步切，交叉步起三，就像一个三不篮似的。那么他等于是在非常重心非常低的位置上做了一个三不篮的动作。但是由于他来，那么我们过人可能在远地，在这么远的距离呢，不可能直接起三不篮，所以呢就紧接着就要做第二个动作。但是这个动作呢跟起三不篮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，我起三不篮那一下呢，最后那下投篮没投，我又接了一个交叉步，这一步才是三不篮的第一步。那么这块呢，就等于先用到一个，用一个那个原地前转身的一个技术，过掉了第一个人。他这个技术跟平时我们那个原地技术不太一样的是呢。他降的重心非常非常低，然后呢，他过来以后呢，第二步，第一步起，然后过来以后呢，然后他这块紧接着就起三不篮，这块呢，他用非常经典的那个三不篮往边上一跳，第二步收球的时候往边上一跳过掉第二个人，第三个人呢，这块就诡异了，他采用了一个。类似于滑冰的时候那个速滑的时候那个过弯道那么一个姿势，这种姿势，先往左一跳收球，然后再往右一别，左脚往右一别，然后左手护球，跳篮把球挑进，这个姿势。在 CBA 里边前所未见，哇，连过3人啊，非常精彩。我们再看一下，迅速降低重心，几乎到胯骨，前转身，切进来。利用一个前转身技术，过掉一个人，然后这个，面临第二个人的防守的时候，第一步蹬地往左起，第二步蹬地奔右去，跳篮把球跳进。
你在那个，用正常速度看一下，非常的怪啊，这球。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，实际上它里边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技术细节。就像我们做前转身似的，那个，只不过它这个地方呢是降低了，它这个地方跟我们在内线中锋做前转身的时候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它急速的降低了重心，因为它比它的防守者呢瘦，它没有那么大的，没有那么强的对抗能力，靠肩一转就把它转过去，它比它瘦，所以这个对付大个儿，对付那个胖或者大，就是那个移动不灵活的人呢，下三路是更好的选择。前转身三步过吊，起三步篮，第一步，第二步跳起来，第三步变向，这个是以我们那个这个球超出了我们对那个。CBA 运动员的一般理解，这个郑琦龙不只是，我们从这个球可以看出，郑琦龙呢，他不只是一个新秀，而且呢，他是我们经常看到他的原先关于他的新闻，可能就是在 CUBA 得分呢平平无奇，就5分左右，还打不上主力呢。那么到了 CBA 如鱼得水，可能是因为他在 CBA 中 CUBA 中也没好好打，再一个呢。CUBA 的问题呢，就是可能像他这种本身并不持球的人，然后呢，就是需要无球跑位，那么他需要那个有很好的这个传球手来给他传球，也有可能。那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看到了他这块持球突破能力是很强的。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他在 CUBA 根本就没好好打，他在 CBA 里边才拿出了他的实力啊。也是，而且能看出来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，他身高他的速他的身高臂长，他完全展现了一种远超他这个相同身高的人的这么一种运动能力。他这个运动能力呢，不是指他的那个，当然他弹跳，他的那个身高臂展弹跳也是在 CBA 运动员的里面也算比较不错的。但是他对这个，他远超于他这个相同的这个身高，的这种人的那个，地方在哪儿呢？就在于他对篮球的理解，以及他的运动速率啊，他的运动速率和变向的速率这两块是他远远超出这种 CBA 平均水平的。未来呢，可以想见。郑琦龙会在国家队拥有一席之地，他就像那个他的父亲，他就像他老爹那个郑武似的，郑武在那个 CBA 表现不能说不好，但是呢，远远没有在他国际赛场上表现的出色。我们希望这个郑琦龙呢，在国际赛场上能够继承这个。爸爸正午的这种表现，在外战内行，因为我们太多的那个国内球星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，我们希望那个就像他像他爸爸一样，就是外战内行，我们希望他内战内行，外战也内行。那么这个球呢，就是显示出他对篮球的这种理解。当有人紧贴着你的时候，他会迅速降低重心，然后通过一个前转身，极其利落的过掉了第一个人。他把第一个人完全过在身后，这种能力啊，在中国的这个外线球员也好，锋外摇摆人也好，都是很少见的。
进来以后，第二步，我们看这个第二步，它就是第一步以后，左脚落地以后，然后迅速的往边上，往这个防守者的这个身侧一跳。那么这个能力呢，很多的这国内这个运动员也有，就比如说郭艾伦这一步就跳得非常好，但是他在紧接着这一步又用这个步伐。跟那个滑冰似的，这个滑冰过那个滑冰转弯的这种步伐，这个步伐是前所未见的。我头一次神奇的在 CBA 中发现啊，以前在 NBA 中只有那个吉诺比利用过。这就是这种神奇的一球，领先一分。那么紧接着呢，他在这个在打完这个球之后呢，这场比赛是一场神奇的比赛。那么在打完这个球以后呢，在这个地方那个。大外打进去一个球，然后呢，这个天津队那个大外援打进一个球，然后这会儿呢，林廷坚也是今年的新秀，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，球都已经传到了手里，球都已经传到了他的手里，然后他居然在这个地方红油手了，这比分太关键了，100比99，相比较而言，你就看出刚才那个球。刚才那个球，那个郑启龙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了。他这个球已经到手了，然后居然滑手了，打他的脸，弹出去了，太诡异了，这一球。等于是他接球的时候完全没有看球。我们说那个接球的时候，你应该看着球接。他完全没有看球，看别处去了。然后球呢，打到了他的手上，然后又撞到他脑袋上，没接好。然后他还一躲，把球给躲出去了，也没有迅速的把球捞回来。这林天坚表现也非常的怪异啊，这个新秀。这球已经不能用新秀来形容了，这球郑启龙也是新秀是吧？都是新秀，表现差距太大了。然后紧接着郑启龙又打进了右拐，这是比分还是100，又是领先一分，已经来到了一分钟，100比99领先一分。郑启龙又打进了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进球，可以说这场球呢，赢是赢在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上。在最最最关键的时刻，是郑启龙用两个非常非常绝妙的进球赢下这场比赛。但这场比赛的精彩之处不止这两个球了。但是在比分最焦灼的关键时刻，就是这两个球。此时呢，这个。那就是这个球，第二球。这球是咋回事呢？这球就是那个，接到球以后，防守运动员开始没有到位，离他没有那个，因为我们正常的防守是，你在他接到球以后，你应该在他1臂距离之内，这样是你的防守距离已经到位了，这样呢。此时呢，他采用了一种联防的策略，他接到球以后，他没有到位，然后他迅速的移动，这样就给了他一步过的机会。利用这个节奏差，我接到球的瞬间你没有到位，那么我就可以采用一步过的这种技术，交叉步下球。他采用了一种先下球，
然后一个跨步蹦步，左脚落地，右脚往侧，右脚侧蹬，右脚落地，左脚侧蹬，左脚侧身，蹬地舔，蹬地左手舔篮上篮跳篮，都是一回事。把球打进，这个球也非常非常漂亮。在如此关键时刻，他又是过掉，轻松的过掉，一步步过掉第一个人，下球，右脚跨步，跳起，右脚落地，右脚落地，左脚迅速的一个小跨步，因为他只。从大中锋的侧面侧过去，然后左手把球挑进，这球未免也太漂亮一些了啊！这俩球都是让人十分吃惊的一种表现啊！在关键最最主要的是，他还在关键时刻用最精彩的一种进球。而且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呢，两次突破都进去了，而且一次是过掉两人在面临补防，一次是那个过掉一个人面临大中锋补防，一个是就是说一打三和一打二，最关键的俩球都打进了，这完全是这完全是 NBA 在乔丹时候的表现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郑启龙。突然调高到我们这个，对他在以后在国家队能有什么神奇的表现？这小伙今年是第一年，看一下，他防守过来，传给他，中锋移动防守晚了，这一步切入非常的迅速，跟那个这一步幅度又大又迅速。我们说先下球以后，就相当于先下球，然后右脚跨步。他跟这个步伐呢，跟那个交叉步有一个区别，交叉步是。你这个球交叉步起三步篮这个球呢，是你这个运球和这个你的这个左手运球，那么右脚交叉步向前几乎是同时落地。它这个跨步呢是先运球，然后再起右脚，再交叉步，再交叉运右脚，这样就成了跨步。跨步呢，右脚一蹬地呢，它这个就相当于蹦起来了。你要是用那个交叉步运球呢，一般没有蹦起这种效果。然后呢，他右脚落地，如果是在这块起三步篮呢，就被这个大外堵住了你的去路。那么他用这个蹦一大步过来呢，这边还有一个伸左脚的机会，一个左侧的一个插步的机会。这样从步法上来看，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。这两个球就是太神奇了，神奇的表现啊！郑启龙用他神奇的步伐、神奇的表现，第一次一过三，第二次一过二，在最关键、在比分最关键的时刻，帮助这个苏州队两次由领先一分变成领先5分，拉开了，保住了这场那个，保住了苏州的这个胜利。完这场球最后，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最后发生什么。最后呢，那个最后关键时刻，苏州队那个领先5分，此时天津只能孤注一掷，18秒只能孤注一掷投一三分。此时呢，还真就投三分，
并且呢，这个投的非常勉强的情况下，这球还进了。要说这俩球非常神奇，就在这儿发生太多的故事啊。然后回过头去犯规，等于是那个，那个天津，等于是苏州队又把球罚进，翻回来，翻回来呢，这个从底线发球，这会儿呢，林俊杰没有错过这次机会，表现机会，他在这儿就进了一关键三分，让这个比分呢，让这个。落后四分又变成了那个落后一分，此时呢就是再一次的他们，6秒钟出来，再次利用犯规战术，然后呢这个江苏队呢又两罚两进，然后此时呢这个就是变成了这个领先。领先三分儿。那么这会儿最后一个球呢，天津也是非常诡异的。那么按道理讲，你落后三分儿，这会儿应该无论如何你应该在三分线外投一个球。可是呢，这会儿这个天津队这个一号可能是已经昏了头了，他没有看清楚这个天津是落后三分儿，他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突破两分球，非常坚决的突破了一个两分球。不管进没进吧，他这个球实际上出手之前已经到时间了，没进球无效。那么不管如何呢，他应该在这个三分线外投三分。他不管如何，无论如何，这此时还有2秒钟，他有足够的机会投最后一球，应该在这投球。他为什么不投呢？难道说这个啊，因为他最后的时间？在最后这个罚球，最后最后这两罚两中的这种情况下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暂停了嘛，这就非常的怪异啊。可以说这个球是非常，这场球打到最后非常精彩，但是呢，以一种这么一种非常。滑稽的形式，这个天津队输掉了比赛啊。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呢，是那个最关键的时刻呢，是由这个郑钦龙进了2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最关键的球。而林廷坚呢，进了一个关键球，还有一个关键的致命失误。这让比赛非常精彩。然后那个最关键的是，这个郑钦龙为我们献上了2个非常值得我们细细的去体会、琢磨他那个步伐的一个球。他如何在这个面临，如何在面临一个紧逼队员的情况下啊，轻松的过掉第一个人？如何在一个如何在面对第二个人的时候轻松的过掉第二个人？然后如何在面对第三个补防的时候轻松的把球打进？而且这2次补防还都是他们那个内线那个最有实力的大外去补防，防守者可以说是没什么太大的。
非常紧张激烈，并且精彩的一场比赛啊！就看一下这最后这一下。精彩。那么今天就这两球就先看到这儿，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，让我们那个深深的记住了这个郑奇隆。啊，他不只是这个郑奇隆，他不只是郑奇隆的儿子，还从目前的球技上看，他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，就不知道他这种大心脏能不能。表现在这个国家队的赛场上。我们一般的看 CBA 比赛，就是实际上我们看他，更多的是希望这些优秀的球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。我说这些优秀的球员的舞台，并不限于在 CBA，他更大的舞台是在世界赛场。因为目前 CBA 的赛场，我们虽然期待 CBA。进步，但是就目前而言，它确实是不如那个国际大赛的这种比赛强度和防守强度，比这种大赛的强度还要差一大截儿。很多这个 CBA 的球星在国际赛场上就基本上得不着分儿。那么我们希望郑奇隆呢，继承郑武的这种内战内行、外战内行的表现。不要像有些球星，像比如说那个刘玉栋当年在那个国际赛场在，就是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。暂时就这样球就暂时先看到这儿，非常精彩。